唔是我甲亲神拜托的人来帮我搬一下椅啊，拜托的人来领班啦，拜托的人都忙到三更一个啦。各位先生，地主无咧互拜托的哦，地主爱做的代志，所有的代志拢叫做应该。啊，无你来做地主要创啥？嗯，但是是啦吼、哦，所以应该的代志会变得较侪淡薄。啊，到有人迄赖皮的，就是我要做地主，但是我啥物代志拢不爱做。哦，嘛有咧，迄叫赖皮啦。我要享受这个福利，但是咧，我无想要付出。啊，无就是安那，我想要享受，但是我等下有要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哦，这个较侪。哎呦，别叫我去听课啦！我想要来早卡到三工啦，去听课我就爱困啦，有无？哎呀，你头这么大，别叫我去早卡啦，去早卡拢流汗，我想要来学堂听课就好，敢有？啊，别叫我去做工师啦，我惊去台下跌落皮皮喘，手啊喘，脚啊喘，嘴啊喘，敢有？有呢。啊，别叫我去练底阵啦，迄我背袂起来。啊，咱今年十一月是咱要读经会教啊吼，啊，莫叫我去读经会课，我背袂起来，我人老啊啦，我袂袂吼，借口一大堆。但是呢，事实上，各位姐姐，天下无人输，只怕有心人。你的心啊，用得到吼，花就会开得到。所有的代志拢共款，不是伫咱修行尔，我做用心伫趁钱。哎，你可能钱赚了会袂歹，哦，我做用心伫咧经营咱的家庭，哎，我家庭可能袂歹。我做用心咧顾我这个身体，我这个身体较健康一点，我这个身体较健康。所以你看我咱啊拜六礼拜，足侪迄人就安那去跑步，去骑脚踏车，哦，足侪人个咧，哦，足厉害个。好像阮单位有一个前线吼。哦伊迄个因啊有闲吼，拢去骑脚踏车。啊，迄下班了九点，十点开始骑，骑到十二点才来到厝。嗯嗯。哦，六九，六九年我想问讲，啊，你奈遮尔啊命是要创啥？老师，我后个月吼，我要去参加一日北高啦，参加一日北高，对高对台北骑脚踏车去到高雄啦。而且迄人我啊，我就讲好，我投降，我听我多歹个生，听到车我无法投。啊，但是伊就怎呐，顾这个生命，像我个比较健康个，阿要去交人去做。哦，所以无共款，每一个人个用心无共款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咱个心那用伫修法的，那用伫福德，以后坐伫台下顶个就是高位。敢是到迄到任何一尊身份，伊是修行了的安那，翘脚咧吹秋纳凉，然后以后变成身份菩萨的修万年的了外，敢有这个身份？但或许多钱，或许免在当忙，伊是安那修的，啥啥物代志都唔免做，你就会当修万年的了外，遮尔啊好，敢有可能？咱得爱来了解，这叫做属性。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。咱想要修身做佛，咱得爱打拼一下，爱比别人搁较打拼。啊无，平平安尼讲哦，咱现场可能坐遮尔侪亲戚，是安那，伊就比别人较厉害，对无？是安那，伊就比别人较突出。郭先生，因为因私底下的认真，咱看无，看无啦。啊，就是因为私底下，我先生来特别了解大哥，因为阮推事团的文礼吼，就是咱的立乡组长，啊，就带这个大哥，阿哥迄个构想。这个无聊，哦，来咱的会事团来教咱教礼阵的，郭先生，达礼拜哦，一天的啊，来教咱教礼阵，啊，这个用心刚好，好啦，或许就刚好，来拍个话。
咱下班下课了，大概伙食饭就开始食饭，食饱，咱看咱个前线吼，爱对下赢，可能咱七点外爱到，像六点外就爱开始开车，开来甲伙食饭，啊，咱家咧就这份心吼，真好呢，啊，咱无认真好，那会散，对嘛吼？像好学啦，好学今仔来大家顶功课，敢爱准备？哎，哎啦，爱准备足久个，过前线。足久诶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后尾，咱就爱提出咱的精神，吼、哦、啊，做伙来听啦，毋是单好学尔，其实所有工作拢共款。来好学，好问者，咱曾经帮大家店供过客的前线，请举手。别一个啦，吼，别嘿，不诚实，你的主持底家不诚实的，爱打屁股。来，曾经。嘛，我就是这个台下顶啊，曾经来一路去辅导公会课的前线参加手，哦，来给他们掌声一下。谢阿爹呢？哦，是因为因比咱的用心搁较济啦，因愿意，我先说，首先吼，愿意这件代志就重要的，你若无愿意吼。人一直在你煞要行，你敢会足艰苦？伊人吼来演戏一个，大哥，哈哈哈！演戏一个啦吼，你大哥吼来面前大家，啥物叫煞要行吼？就是行啦，你看这个啦，这袂歹。行啦，袂歹，至少你若送一个，伊咧行一个啦，袂歹啦吼，来哦，行啦，啊是要行无啦，行一个啦，拜托的啦，你行一个啦，哎，都无要行咧，过先生啦，来，来，先生在，请坐，谢谢，来，给他掌声。就是咱是后壁迄个第三个迄个，啊是徛伫遐无要振动的迄个，啊是咱杀一个咱行一步的迄个，咱是做一个免讲啦吼，咱各位咱拢知影。啊嘛有一种人吼是讲行啦，伊就杀一个，伊就一直往前走，一直往前走。敢有？有啦。啊各位先生，咱是要做迄个徛伫遐无要振动的，啊各位人把咱拜托。高价买啦！我今仔有够忝，我无想要跳的。哎呦，来啦，拜托的啦！你讲等无人来斗高，来斗干呐？偷吃者！哇，我今仔上班有够忝，我想要伫厝休，就是买啦，来有等，坐咧有等困，比伫厝困更加好。可是难搞，我曾经跳安尼高价过。对啦吼，啊，咱大家了解哦。是无任何一尊神，都是安尼向高起来的啦。咱若要变成地主哦，其实咱即卖已经是地主哦，咱已经是地主哦，只是咱即卖呐赖皮啦，无想要振动啦。哦，赖皮，啊，咱得爱安那改变咱这个赖皮的这个习惯。好啦，我来，那个父亲从未来功课课，父亲只会后学学习，从未来充满和父亲的后学来。点燃时光板，从未可不可以帮忙做什么的？没问题，尽力尽力，马上过来。其实咱在生活的过程当中，就是安尼嘛，我愿意为着众生来服务，啊，咱就给付出。啊！但真正今仔足忝的，我觉得目前今仔好觉足无闲，明仔载较好闲，敢会使？会使啦，不然固定讲你一定爱马上去做啥物代志啦。所以各位先生安尼呢，修行这件代志吼，咱看咱家己的状况。啊，但是愿意能力足重要。有时阵吼讲，哎呀，亲切来入班啦，各位先生，敢有时阵真正无法度来入班的状况？有啦吼。有时阵可能真正无法度啦，
这个时阵吼，或许咱来来学习讲话的艺术，讲话的艺术，爱安怎讲呢？哎呀，那个领人慈悲，或许就想要去上个，但是今天真正无法度，啊无，领人慈悲，你今天给我请假一下，老豆我一定去。加讲几句话话，领人心情会较好咧。会啦，好作侪，领人敢会？会啦吼，迄总比讲来日班啊。无爱啦，你阿哩，然后来日本啊，你阿哩，我今仔无想要去啦。咱拢讲，迄足底足底足底的话啦，啊，但是，搁是这种话会伤人诶，敢会？会伤人诶。啊，咱或许在咱家吼，讲较侪话，就比人或许真正想要去啊，无法度，吼，啊无，互我歇一下，我后晡搁去。啊，但是袂当讲袂惨咧，或许无教咱讲袂惨哦。歇睏一道会使，歇睏两道会使，千万唔通互家己歇睏第三道。第三道你若阁歇睏落去，以后你就会继续歇睏落去，你就拍算，无猜你是世人来无当在想办的，可惜啦，哦，唔是对唔对啦，可惜啦，你明明已经进入到弥勒祖师的这个。内院内底必先白羊弟子啊，啊，煞无要去尽弟子的责任，可惜，哦，明明你当往前的你无来，安尼无惨，慈悲托念。好，啊，咱的白羊弟子，咱即摆对咱的身份搁较了解哦，咱即摆是。地主，所以咱爱做啥物代志，无应该做啥物代志。咱每一个人爱愈来愈清楚去了解。哦，啊来咧，第三个叫修行。郭先生，咱到底修行？嗯，这个问题问落去会较长的。郭先生，你敢知影安那修行？哦，安尼真好，安尼郭先生。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哦，这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帮走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哦，今天呢，咱老菩萨做有信心呢，讲出这个，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哦，咱爱来打架的所有的事情，哦，把它放到我们的心坎里面去。哦，心坎里面去，所以修行这件代志，咱有几个解释啦。第一种解释叫做修正自己的行为，修正家己的行为。什么行为？就是不好的，它修掉；啊，好的咧，啊，达到的啦。这叫做引恶扬善。哦，歹的它修掉，啊，好的它留的。各位先生，啊，但是安尼讲，敢那足简单对无？啊，但是若要做，我好想问咱各位先生，咱敢知影你上大的缺点是啥物？咱敢知？唔知哦，安尼可能爱去了解一下，应该大人拢知啦，大家都知。好想有一道去上课哦，迄个讲师讲一句话，好想真心话来，伊讲哦，其实咱拢知影，咱讲啥物话。对方会马上生气，想一下，这句话讲对，咱大家人拢知影。比如讲，好学交好学的太太第三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知影。你等一下讲一句什么话，伊会马上作生气、作生气、作生气，敢是？敢知影？其实咱每只拢知影，但是咱偏偏啊，拢要把迄句话讲出来。足奇怪，是安奈安尼，各位先生，你明明了知影你讲出来会生气，但是你着无讲你心吼无爽快，所以你着想要讲，啊，但是讲出来了呐，对方着砰爆炸，生气，啊，生气了你敢有较欢喜，你敢有较舒服，啊是哦爽啊，你生气啊，我足欢喜的，敢有？无啊，其实伊受气，你更变得更加艰苦，一礼拜免食。啊，好像你讲，我好像你
非常咱当然拢知影咧。哦，唔是打咱的，咱的另一半娘，咱的囝，咱的子女，咱的后生祖囝。咱明明拢知影，咱安那对待因，因的无爽快，但是咱偏偏啊，就会安尼对待，是安那？敢知影？敢知影？年轻人上无介意是大人做啥物代志？哎、欸，很有经验哦！你敢是谁谁了的？哦，那就来给他掌声一下。第二个就是恭喜你，咱所有卖公所有的子女啦、啊，咱所有的人拢无介意别人谁谁了啦。敢是？我虽然有知道啦，第三公你讲知道。你卖一点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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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工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可是人唔知是安那咧，足厉害咧。咱咧即个口才吼，以后或许安尼，等咱改善一下。以后咧，将来嘅高诶口才吼，拢对家是谁人嘅前线来邀请去。有够厉害啦！讲半天肩膀咧讲咧，搞咩安尼？诶，我学就闹鬼一个，我妈妈。或许较早无介意读册，就无介意读册。啊，但是或许有一个足厉害的妈妈，啊，阮的妈妈安那呢？伊就或许去读册，啊，伊就去叫爸爸开车去载或许。啊，对于火车头，等下到阮家吼，爱三十分钟。我妈妈就开始吼，啊，学校过了好，对吧？有认真读册无？考几分啊？啊，你着爱认真读啊！啊，以后恁若是较有成就、较好个嘛是恁啊，交我也无关系啦。啊，你着爱认真读册啦！啊，看甲会当以后找一个较好个工课啊，娶一个较好个某啦。哦，啊，你着认真读个啊！你妈老讲伊啊，伊念三十分钟。好学，较早吼好学啦，嘛袂使安尼讲。我学这个了，我当妈妈讲妈妈好，你我知影，你卖去讲。啊，我学去我妈妈念一道、念两道、念三道了，我学讲啊，归去啊，我认真读册啦，无我好你继续你念去吼，我挡袂住。我学就你安尼开始吼，较认真读册，哦，啊，册读了嘛，还不错，还可以。啊，我学妈妈足厉害的呢，我伫国中的时阵，我妈妈就开始讲，你爱认真读册哦。你若考条好个高中哦，你就较轻松。感谢呢，是啦吼。好学考条高中了哦，摕册包的第一天，我妈妈就改变伊个口径啊。伊就讲哦，你爱认真好啊读册啦。高中若认真读哦，以后就会上较好个大学啦。感谢，是啦吼，这妈妈讲了都唔对啊。哦，好，高中好好啊，读册，以后吼、哦，你就会上较好的大学。哦，好，好，我来认真好啊，读册，上大学。啊来咧，考掉大学了咧，诶，讲法阁无同款啊。伊安那讲诶，大学好好啊，读啊。你若考掉迄落，你若以后去读硕士吼，你就轻松啊。大概拢安尼，啊！来，你若认真读，考了硕士了就好，会当轻松啊，真好。所以妈妈来讲，你好好读册哈，去考博士。你若考博士吼，你以后就搁较轻松啊。好，我搁继续来考博士。啊，考了博士了嘞，宾馆无通去读啊，你改成了哈。妈妈来讲，好好读博士。好好读博士哈，以后你通找到一份较好的工作，啊，搁伫其他去头做。或许本来的想法是安尼吼，或许去找到大学的工作了，去做老师了吼，我就要开始养老啦，什么养老？唔是啊，就要开始拿较侪的薪资吼，起来做份两个工作啦。啊，但是呢，这是怎么妈妈来讲吼？你唔通当做助理教授啦。你著较认真嘞，较认真写论文嘞，去做副教授。啊，那大家拢无同款。我若爬桥，我若讲顶悬阁有一个，阁爬桥，我妈妈讲顶悬阁有一个。啊，后来我讲，
做甲教授了吼，我就想讲好，我做着，要听好嘛？妈妈，你搁要继续叫我做啥物代志？教授顶管敢若无物件咧，对无？上会到伊搁变一出啊，去做主任。呵呵呵，你做啊，好像较听话啦，你做主任。尾仔吼，好像就好卖啊，我想要来学好较紧啦。做分较好啦，你若一直追求这个有世间的这个原因吼，讲真个呢，到我发觉，好像妈妈的这个做地主哦，因为好像从细汉就拢在运动，是妈妈带阮讲哦，我好像感觉妈妈真足厉害，伊安那呢，伊带阮讲哦，从个踏到车无紧，一定要出来运动，但是，但是伊。一做个甲伊讲个无同款，是安那？因为妈妈讲你读到册无要紧，一定爱出来学堂。但是呢，袂使，你爱读有册，嘛爱出来学堂。啊，所以好像讲吼，妈妈做有地位个，知影变哪台湾一步一步，当然较早无名利嘛吼，所以伊就一步一步安尼，予阮一个目标，予我继续往上走，继续往上走，继续往上走个一个。目标，所以关键咱叫我发现，想到好想要讲，好想慢慢告诉你，为咱的题目重点来啊，叫次第观。嗯，什么叫次第观呢？就是咱的修行爱一步一步行。我妈妈呐，我高中的时阵就逐声讲吼，从会以后你爱去做教授，请问你敢会去？你敢会认真好爱读册？无一定。咱好像阮细汉吼，迄、那个学校咧咧写我的志愿，各位先生，咱有经历过学生期时间的人，感到我稍微接一下，叫我的志愿。嗯嗯。啊，国小一年级的写一道，三年级的写一道，六年级的写一道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咱敢知影，咱的志愿吼，每一道写拢无同款，迄小孩子信心满满。我想要做总统，我想要做那个啥天文学家，我想要做科学家，我想要做医生。啊，但是呢，各位先生，要做这的职业，敢爱认真读册？哎呀，哎呀，无你要安那去做这的工课，无可能啊！啊，但是呢，伫过程当中的人啊。所以妈妈讲啊，你要做科学家呢，你爱认真读册啊。啊，但是安那分段读册，啊，所以到三年啊，迄、那个志愿的搁较低。本来比科学家就讲阿爸，我较讲袂起好啊。我想要做老师，老师啊吼。啊，老师敢爱认真读册？哎呀，迄成绩嘛爱袂歹啊，嘛爱考到即个师范大学嘛吼。啊来，但是呢。分大读册，所以四年啊五年啊分大册，到六年啊要写我的志愿，伊就阁无同款啊。我想要做一个工程师，安尼就好了。我发觉，对不对？等到我发现，那目标一个一个就往下降，因为交现实不太一样。所以后续要跟咱各位先生分享的诶观念是安尼吼，咱每一个人的心度状况拢无同款。所以，咱爱先来了解咱今卖是啥物款的状况。把多副先生有讲到，菩萨有五十二个位阶，五十二个啦。咱敢知影咱今卖是第几层？咱若唔知影咱今卖第几层，请问你要安怎爬去顶悬迄层？直接甲你讲，你要升分，对一楼直接叫你跳去五十二楼，你敢跳会去？来咧，咱好学安尼讲吼，咱做好学做讲师，好学就爱想讲，即摆吼好学爱功课吼，好学袂使讲迄五十层、四十、九十个人在听的道理啊。就像好学即摆，那伫学校，那伫交小天使佚佗吼，好学呐用教科书般的迄种学问来教这小朋友，他们敢听？听无？所以有时阵好学拢讲吼。咱佛的大部分都在讲无上甚深微妙法啦。
但是偏偏众生听不懂啊。随着时间吼，一点一滴的往前走啊，那个一步一开，唔是啦，一步一开唔是。你即马爱修啥物哦，刷了爱修啥物，刷了爱做啥物，爱做啥物爱做啥物，伊爱清清楚楚啦。啊，过去前面较有清楚，安尼是咱江苏的进步，真的，我是讲的，咱江苏和大家的，咱大家的次第来修，来讲好清楚，好咱后边。对咱修行的遮个前线，唔知影要安怎修，是咱的责任。啊，个人的智慧吼，啊真好啦，但是爱上的唔是大家人拢才有智慧啦。哎，咱若要普遍教育吼，咱就爱来想，咱要安怎来一步一步一步往遮个前线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啊，科学技术的，应该叫咱各位前线来探讨。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哦，他就有说到这个部分哦，然后学好好学一段时间写字哦，来大智度论。他有说到文法的四个阶段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咱边好学一边写，咱一边思考，咱即摆是伫啥物阶段吼？第一个叫做欢喜四月，第二个叫增长善根。第三个叫除浅恶弊，第四个叫解低义谛，好，来，各位先生。大智度论一本经典，伊就同咱讲着，咱伫咧听经闻法的过程当中，一定是这四个阶段咧行。啊，这四个阶段吼，就亲像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。咱来一楼先有啊，你靠法度变成爬去二楼；二楼有啊，咱靠法度爬去三楼；三楼有啊，靠法度爬去四楼。啊，为啥讲？不一定啊，我会当一群人爬去三楼，会有，迄叫做你的深度够啊。但是大部分的人吼，你若一楼、二楼无苦衷，你免直接去做第三件代志，你会感觉足辛苦，做袂到。吼，所以咱来看哦，第一个阶段呢叫做欢喜四月。什么叫欢喜四月？来，各位先生好学问起来。请问今仔来学堂入班是你欢喜甘愿来的？请举手，来掌声一下。欢喜甘愿来的，叫做欢喜四月。咱听经无法到法喜充满。有啦吼，安尼我恭喜咱各位先生，至少咱已经第一个阶段具足啊。但是啊，各位先生。有真侪个前线，可能连第一个阶段拢无阿袂搭理话哦，够有可能？有啦。啥物款个前线，第一个阶段阿袂搭理话，就是爱去高正，爱去稳当啦。来啦，拜托诶，拜要互你先生做好，搁爱拜托你来做呢。我先生，你看卖，安尼敢若有怪怪啦吼？啊，
但是因为咱就是发出这个慈悲心，想要度化众生，所以咱就会去用足侪方法去度化众生啊。所以这嘛无唔对啦吼，因为无明嘛，阿未明理，所以伊就唔知影修行的好处。哦，啊，唔知影修行好处，伊就唔知影要怎做。哦，所以伊就无想要来，就正常。而且，好像讲讲安尼叫做正常啦，咱无正常。各位先生，你敢有正常？交这个世间的人比起来，咱无正常。等下好学到来分享一下，咱无正常。好，所以第一个阶段叫欢喜四月，你要法喜充满。所以听课的过程当中，你就会感觉哦，对呢，这个刚才你讲对，哦，这个刚才你讲真好，这个刚才你讲我听哦，哦，这叫法喜充满，足欢喜的。啊，第二个。这个阶段已经具足啊，你啊吼，咱得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叫增长善根。各位，难道愈听愈善良？到愈听愈慈悲？到愈听愈智慧？有吗？超前两百分呀！看啦，我们是拢无啦吼，互动一下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咱来甲讲哦，咱来互动听过来学习，爱愈来愈有智慧，愈来愈慈悲，愈来愈善良。啊，各位先生，这样物件你话到咱的心肝中了后，咱就爱把显露出来。嘿，咱也伫厝咧念弥勒救苦真经吼，有算弥勒救苦真啊，咱的。孙咧就讲：“阿妈阿妈，帮我提袋，阿卖烦啦，去边啦。嗰时阿你教我尊卑，卖烦我读经啦，去边啊？我尊卑。啊，咱咧谈伊了，就讲正经谈谈谈，谈起来外口吼，人咪讲啊，聪辉啊，你今日等来我斗三工一下，等一下啦，我等下去啦，咧无用啦，教我尊卑。所以到底是。”较善良去帮助别人较好，还是坐咧一直读经较好？其实拢好，只是咱爱知影变来去分配咱的时间。读经读到一半，小停一下，先去帮助别人，等来继续读，敢会使？会啦，无咱规定讲无迄使，咱来规定讲袂使。你读经读到一半，咧有衰。到后底一阵，师傅同你讲，读经读到一半，无继续读落去，有罪。敢有同好学讲者？好学要来查一下经典，敢有？无啦。所有的师傅经典是要让咱来学习伊的精神，是要来学习伊去度化众生的慈悲心。所以读到一半，先来课内去做其他的代志，等来继续读，安尼够要紧？不要紧。卖去哦，当作一个规矩白死。或许有迄，或许较早伫大学在做助理的时阵，我迄个助理是一个五十几岁的大姐，伊知影或许有在分堂学习吼，而且或许讲老师，我问一下，我较早吼，拢会因为修迄个观音法门呐，所以拢会念迄个大悲咒啊，念迄个普门品。伊就讲吼，有一天伊在念的时阵吼，伊的朋友就讲吼，某人啊，你读经吼，袂使伫房间读，袂使伫本所读，吼，你爱伫恁客厅找一个清净的所在，啊来呢，香火当点落去，啊来开始读，啊你袂使去受任何的干扰。伊讲，崇老师安尼讲对，伊当好学讲呐，安尼讲对，好学来讲，那会使安尼上盖好，那会使安尼上盖好哦，安尼讲安尼是对啦吼。但是好学讲，请问一下，你若要按照这种规定去做，请问你敢找有出迄个时间来做这个代志？伊讲无。我讲，啊！你较早读经，
每一天拢来探阿伊讲会，啊，但是恁若要安尼做，你敢有法度每一天拢做？伊讲无，好想问讲，啊，到底是每一天做较好，还是一定爱安尼啊足久做一道较好？各位先生，对一种较好。随时念念。人会使上盖好，就是我若真正都做有时间做清净，我找一个较好的所啊。但是厝内底毋是爱一个人啊，佮有爸爸妈妈，佮有其他的人啊。所以要找一个做清净无干扰的所在，就来读经。唯一的空间就是客厅嘛，啊，厝内底大人都有空堂啊。啊，佮袂当伫房间，你啊讲伫房间关起来，我佮会当较清净的袂使。所以伫客厅啊，清净厅拢无人，拜托的，咱有出来遐。遐尼侪时间，所以过去咱就爱来知影哦。咱伫即个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叫做法无定法。那会使当然做我较圆满的上界去，那未使骑车界当读经，开车界当读经，行路界当读经，会啦，过前前拢会啦。无一定，无一定，一定爱安怎啦？你若去学只白条的吼，其实你着拍算，较无彩。所以咱着爱了解即、這个求法的即个心吼，你着爱愈来愈有智慧。可是这个这叫做智慧，知影变啊去善巧方便去安那去修行哦啊。其实讲真个，你若要从好学啦，啊，负责一间大好学从从个。你卖去上班啊！你专心来工作修班的，好学一点啊！负责讲安尼，负责我的某囝，你爸爸饲。所以袂使安尼嘛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好学呐，赚唔够啊！好学该当放落下开来去做，我着专来做两个代志，敢袂使？会啦，就是拢会使。所以好学拢做天职，咱的毒品的点传师哦，因已经是。非常非常有大福报，所以才会当唔免去做遮个代志，专心来修行的，敢是？做福报的呢。啊，而且咱得爱互咱家己吼，愈来愈有福报。愈有福报的人，你会当听经闻法的机会比别人佫较侪。真诶呢，好学拢讲吼，今仔咱若福报无够。你免来坐伫遮听课，无机会。我要来啊，车歹去。我要来啊，公司敲电话来要加班。我要来啊，厝内底敲电话来讲厝上安那爱倒去斗三工。无迄个福报，当来坐伫遮听经课。所以各位先生，会当来坐伫即个椅仔顶边来听经闻法，这是一件做福报的工课呢。所以咱要来珍惜，吼，珍惜这个机会 ，OK 啦，吼。好，这叫做增长善根。第三部分呢，叫做啥？叫做除浅恶病。除浅恶病，只讲各位先生，咱破病啦，啊，其实就是破病，啥物病？心病啦。就是咱分两点咧讲的，改毛病，去脾气啦。各位先生。修诶，来分等，来分等吼，超过十担诶举手，十担诶举手，三十担诶举手，吼吼，没有那个，四十担诶举手，五十担诶举手，来给这位先生掌声起来，哦，各位先生，一定先有一半以上诶时间伫分等修班的咧，这个福报真正毋是咱会当。好水迄间看佛经吼，好水较知影佛陀讲的吼，一个人一世修行吼，平均起来三十担尔的，一世人三十担尔的。啊，这个先生，伊但一世当作两世咧修呢，安尼刚好，非常的好啦吼，真正是得个大掌声一个。这叫做大菩萨大修行的。啊来，或许从来要来讲较现实的哦。可是，咱虽然留在分堂听经闻法遮尔侪当啊哦，但是咱的脾气毛病到底改偌济？这个很现实。咱的脾气毛病到底改偌济？或许较早有一个学生，
因爸爸是某一个道场的点传师，某一个道场的点传师。啊，后续知影了，我就来叫伊开讲啊，叫伊讲。我就来讲啊，你有没有再回去佛堂？因爸爸点传师嘛，正常来说应该要回佛堂的吧？我讲你有没有回佛堂？他说老师我没有。嗯，啊，你爸爸不是点传师吗？你怎么不回佛堂？他跟我爸爸说，我爸爸我不喜欢活在我爸爸的光环的下面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讲，我只要来跟红人当地讲，你敬你的后生呢，你唔得应该较认真呢。你敬你的后生呢，你唔得爱起来做讲师。你敬你的后生，你哪会当安尼做？我先生在哪里？你甲背？你甲背？你甲背做敬你的后生？啊，是安奈安尼？啥个问题？可是咱来想。下个问题，让这个学生无想要去学堂。内心。谁的问题？内心自己。浅显的问题。浅显。怎啊？浅显是自卑无对啦，足想要让经理的儿子会当起来啦。但是咱对伊的要求，咱爱去想看卖，伊只是一个交正常人同款年纪的人尔啦。伊无因为伊是经理的后生，伊较特殊啦，无啦，顾先生，无啦。啊，无恁阿爸去随随便找一个打电话回来讲，阿恁得应该卡啦，敢会？奇怪呢，咱拢会安尼先入为主，先入为主啦。对，打电话回来找思婷好啊，你敢会思婷打电话准你着？恁得应该安那，应该安那，安那，敢会才变强伊人来救？没，是安那，因为你知影，伊打电话无偌久个，所以咱会才变变强。啊，但是奇怪呢，迄经理个后生伊嘛无听到啥物道理。你想讲经理个后生会一竿教面，老爸拢对伊讲经文化吗？无。想想者，迄伫厝边都歹讲道理，敢是？是啦，各位先生，伫厝电脑歹讲道理啦，所以人较早人爱一子而教，我的后生爱互别人去教，因为啥爱安尼敢知？因为我的后生先，我无比较不容易可以教，因为阮生活做伙，我的脾气、我的毛病、我的缺点是啥物，伊拢是知影。所以有时阵讲，啊，你唔得应该安那，伊就来吐讲爸爸你嘛无安那。但是，是啦吼，因为你的缺点在伊的面前彪悍了，一览无遗。所以伫厝变得歹心转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个浅显吼，就做想要让因的子女当出来互动，希望借大家的力量，让因会当。往上走，对不？哇！啊，希望交现实多无同款。搭错出来了，浅浅就讲：啊，你经理后生的，你唔得应该安那？你领人后生的，你唔得应该安那？哇！伊就以后，伊敢会想要来？袂。袂浅浅，咱爱了解吼，卖去用一个人的身份去看待伊。咱呾当作伊就是阿爸有名地的众生安尼就好，所以咱来想作者包容伊做得好，包容他，好、哦、啊，有机会呢，呾教导他，不要去勉强他。或许发现想，或许安尼讲吼，在讲着咱大家思考一下，所有离开道场的道亲。99%都是人数问题。想起来，或许我手会感觉，所有离开佛堂的道亲啊，99%都是人数问题。啊，这人数问题上造成的，人家人去看，还好不是我。咱爱安尼想，还好不是。啊，为什么不是我？因为。我不会去造成对立，我袂去造成别人的不舒服。我要用的是我的慈悲，我
我的神流，我的地位，啊，今日的后生阁安怎？啊，伊嘛是人啊，啊，伊无名利，就交一般众生共款啊。所以好好啊来教，好好来讲啊。啊，各位先生，咱敢知影，咱伫佛堂吼，上界无好的一件代志叫做比较。比较啦，啥物叫做比较？个陈先生，阿恁得出来就听听看。哦，阿迄个先生讲，你头先就无来学堂，我啥物来学堂？你家己个厝内底，然后先装袂出来，先我要出来。这叫做比较。请问各位先生，修办的比较对你有啥物好处？伊无要先生做好，无要修行，交你较有代志，交你较有关系。其实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本来就是个人修行，个人饱嘛，啊，个人食饭，个人饱嘛。系啊，所以去比较遐，去计较遐，意义伫倒？人刚讲伊无要，伊后生无要出来，交伊讲的道理有啥物关系吗？无关系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咱爱有正知正见就是安尼。道场的前辈者，道场的讲师，把咱鼓励，把咱宣传，这当然是因为着大家好，为着众生好啦。但是咱做学校的吼，咱就爱了解，哦，每一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。迄有时阵缘分无共款啦，话的交谈就真正。齐家修行，对吧？啊，为家庭就是真正缘分无遐尼啊具足。啊，当然，其中也有一寡原因伫个啦，讲讲有啦。但是我们做后学，咱来知影，咱伫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会，各位先生，记着这个口号：不比较，不计较，不乱讲。来，咱做一念一个：不比较，不计较。不乱叫啦！再一次哦，来，爱很整齐诶。这人哩吼，他记起来，足重要，足重要，足重要。来哦，把九个字啊，拍死！你的数学比我卡来哦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不比较，不计较，不乱叫。第二啦，各位先生，咱就是太会乱叫了。阿翔那他会乱叫，因为前面你在比较跟计较啦。各位先生，这叫做除浅恶意。咱来当做到这点，咱得反感。我比较早的无好的习惯，我会当来放下。你这个无好的脾气毛病的放下。啊，这个部分吼。你若无一定的程度，你听经文化的程度若无到某一个抗战，你讲要改毛病去，要改毛病去，你去，无遐尔简单啦，各位先生。就算你听课听二十单、三十单、四十单，你只要你的程度无起来到遮，你要改毛病去，你去拢无可能啦。你的知见无到遐啦，所以咱要想办法，让咱的程度。对，欢喜事业增长善根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发现增长善根，到了这个程度，你才有一个能力，一个材料去除浅恶病。所以佛堂我们常在讲哦，佛堂的改毛病去脾气，有时候它会变成是一个口号，怎样做袂了，无人教我教要安怎做，我嘛唔知要安怎做，啊，所以就。青菜啦，都好啦，袂使啦，各位先袂使安尼，哦，所以除浅恶病。啊，佮有啥物恶病呢？各位先生，咱佮有迄种爱抱怨的坏习惯，破坏。敢有抱怨啦？啥物叫抱怨啦？或许迄天去新闻所吼，啊，有一个锁链，这个锁链吼是即个美国有一个。心理学家也提出了一个概念，一讲吼叫做不抱怨的人生，
不要抱怨的人生啊。所以伊就制造伊就提倡这个手环，这个手环有啥物好处？就是我伫我的日常生活过程当中，我若发觉我这个时阵开始想要抱怨啊，我就摸这个手环，摸到伊我就知影，我就爱提醒我家己，不要去抱怨。摸到伊我就爱提醒我家己，不要去抱怨。啊，各位先生，这是我在提醒我家己的，不是你在提醒我的。妈不是讲我在来抱怨，讲啊，你是怪一个手环，啊，你在来抱怨。还有休息的姊妹，好，那我就把这一段讲完了。好，这个或许都觉得哈，修行的是自我提醒最重要。啊，你哪边提醒别人哦？各位先生，提醒别人有一个口诀，叫做“扬善于公堂，归过于私事”。啊，听无的或许跟用较简单讲的就是，你哪边讹了一个人哦？你上盖好的是人愈侪的状况之下，去学了愈上好。嗯，伊迄个心吼，足骄傲、足荣誉的，哦，迄、那个荣誉的心就起来。所以扬善于公堂，所以你看颁奖典礼，敢是拢爱台卡坐足侪人，他来颁奖。嘿，那台卡拢无人咧颁奖，无意义。哦，所以叫扬善于公堂，什么叫归过于私事？你哪边去？你哪边去提醒？这个人的有倒立做了无好哦，你上盖好是手甲牵的，啊去后边，啊偷偷我讲，先生，你很好，但是吼、哦、哪个地方你要再加强一下，会更好。各位先生，伊敢会感谢你？你予伊面子呢？对无？你无伫众人的面前讲啊，你哪呢？无面子，我讲。你若让伊无面注意哦，伊就无想要来，因为伊这个脸吼、哦、没有的，伊的面皮薄啦，所以你若让伊无面注意，伊以后嘛无面注意，含好来这个活动啦。所以你若要去归过一个人，千万不要再有其他的人在的时候，哦啊，有让伊面注意，啊你要教伊方法，让伊会当后头更加进步，安尼较好。好啦，而且真好、哦啊、所以好雪要讲这個不抱怨哦，爱讲我玩他来阿哥。好雪呢，曾经有一个德亲吼，伊、哦、打来分两无偌久，啊，伊豆豆看到好雪吼，伊就同好雪讲，娘听话伊讲，我迄个大家吼，安、哦、那对我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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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、哦，啊，伊安那对台湾，那豆我苦到，那豆我安那就安尼讲对无？啊来。即道来分人，伊若按做爱讲话，做爱讲，啊，但是达到讲拢是讲因嘞，但官啦吼，女生啦吼，官是女生还是男生？官是啊，家是大家查某诶，大家查某。家是婆婆啦吼，家啦，你好像无讲歹势，好像台语也无好。大家啦吼，啊那达拖到啊，即道来分人，伊嘛安尼讲，后一道来分人嘛安尼讲，讲一句话。讲一个月啦，而且讲一个月，好些吼，一个月了吼，我较发惊一件代志呢，足严重。因大家已经死二十栋了。安啦，哎，对，好好，好。郭先生，因大家已经死二十栋了，伊即摆看见别人拢在讲因大家对安怎对他。郭先生，这种心。要安怎来修炼啊？嗯，这种心啊。